今日当看在，我是全心好心的付出，第一次是魂都放下，你可以做秀，好不好？你这样讲的话，伊只是咧拖时间。对啊，去咯。拄才阮来时阵，看见四大家只人伫外面包围起来。我看这李家令是专工要拖时间，带伊接应。伊要来自投罗网，何你无法当做是？恁讲阿姐，我只好家己操心啊。伊单叫。伊竟然想要用这种办法来对付我，幼稚！伊听讲，这个金口已经解用，只要拍开就爆炸，那呢，亲妈就要李家亮来拍开金口，咱就知影讲伊讲的是不是事实。如果我的死会当化解这一切的仇恨，那你就由我来拍开金口，免得后悔。